给自己祈福，给我们大家一起祈福。新春感恩餐会处处充满人文之美，除了素食享宴，员工及协力厂商都拿到福惠券，能够换取近思书籍或礼品食品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放心，对，而且都很实用。如果说他因为透过这样的结缘券可以去认识我们慈济，那再来就是说或许他会请到我们的书籍，因为上人的理念，因为透过书籍里面可以去更大的推广。知名建材公司连续多年举办大型餐会，传递感恩的心意，也推广茹素。其实当时在办这个的时候也很担心人家不能接受，不过我一直把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文把它推进来以后，我倒觉得客户啦，不管是客户家属，其实都蛮认同的。实业家孙瑞泽和妻子郑之敏都是慈济志工，每年固定提拨部分盈余行善，将爱与善能量带进公司，一直循循善诱，教我们这些主管在跟客户之间的互动也是一样，要保持着善念，不要把利放在最前面。诚正信实，步步踏实，启动爱的循环，员工们更有向心力。大爱新闻郭玲、李月维彰化报道。古早内也能。